樓庭報導。前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和公民黨成員林瑞華被票控違反限聚令，案件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陳淑莊和林瑞華朝早到法院應訊，他們被控在今年四月在旺角大南街一間酒吧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限聚令。同案另一個被告酒吧負責人陳偉才就被控違反多項防疫規定，包括酒吧禁止營業的命令、未有為進入酒吧的人量體溫，以及容許多過四個人坐同一台。辯方要再索取文件和徵詢律師的意見。裁判官決定押後案件至12月10日答辯。